加几杯哦？无啊，两杯六十了，六十块了。拜。五道五道啦，你两杯加四杯啊。啊，这啥的？这另外出价啥的？这两百百五了，一百了，百五来。这边找这边一千的，一千的，好高吧？哎，多少钱？五啊，够人来，鹅啊，我把四百一。啊，这珍珠石斑有人来哦，珍珠石斑，珍珠石斑啊。来。哎呦，这种物件你看石斑类啊，石斑类啊，这哪来哪贵啊，哪来哪贵啊？一人买两卖啦，一人买两卖啦，一人买两卖啥？一人买两卖啥？卖用开了就开五百、四百。三百了，是不？我讲你抬包好，你话我铺这抬啥？二啊五，二啊五啦，两百块对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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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两百块了，哎，你一百一百，两百两百，这我讲收阿姨，两百两百，两百哦，你两百两百，你还两百哦。没洗澡啊，梅西，梅西，梅西，我靠，收阿姨是不是厉害啊？真系，两百了，那个梅西，两百块了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两百拢完，还要买一百一百块有无？一百一百了，买一百一百有无？一百块有无？哎，这一百两百。几百下，哎，几百下，一百了，一百块啊，哎，几百下，一百块，一百哦，一百万啊，好，谢谢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两千，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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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全部往这来，好好好，大哥，各位，你有机会买到一包，哎，啊，你买个几呢？你下礼拜六要来，我等一下跟后面那一位讲。他上次说杨小姐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他没有在怕你。那刚才上次在江西那个来呀、啊、惊啊，我不会惊伊啊。我等一下跟他讲。我过下一百了。Hello。过一百过来，一百来，一百过来，一百。好，这超贵，两贵的。不要按这几杯，超抬个超百五超贵，几杯百五，咱几杯做百五啦。不抬个做百五，两杯抬个做三百，真系。这两杯三百，真系三百块三百块。我先付早安。不食五，不食五，而家见来。两杯两杯三百，系啦。呀，你话好你抬超过六百啦，超过六百块真系。六百真系。五百了，哎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了，五百块，五百块不人哎，五百来五百了，五只来五百块了，我系五百块啊，五百块啊，可以自打，五只，六只五百来啦，今年，又加一百张哦，这我一百张嘞，啊有啊，哎，六只来五百了，哎，五百块了，来边来。快过来，四只来，五只来。现在是十点
只八五百块啦，哇，真水啊！这三只、四只、这五只、这六只，啥会五百块？我有个问题，我啥会五百块？叫水不水？你家看了，五百一盖五百，三只、四只、四只、这五只、这六只，搁啥会五百了？雨姐现在比我还红啊！我一个下来500了，500，还拼来。一尾剩偌济？你家去算啊，搁下来500块，500块。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下来，一四只、一六只下来，500了，500块，500块了。我一个下来500了，我一个下来500，我一个下来500，搁下来500块，500块，500拢有啊。五百拢有啊，哎，小块点一袂了，无咱买三袂300了，300块，二啊五了，有较贵250啦，二啊五，250，只买出83块来，佫唔敢买啊，我就算了啦，来，过来，我讲要食300块啊，300块来。朱凡，你现在在约拒绝哈，就当着1700个人的面前，你这样约他。一百五，一百五。一百五来。大家都看到了哦，朱凡在约拒绝。想买我就买哦，还是别。买哦，最后一个无啊，买哦。几点结束哦？而且四只免九500，现在而且八300块。四只来，五只来，三百了，200了。今天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大概在今天应该没办法清了，我觉得会在十点四十左右。四只来，你不会，蛋姐，你把单了，顶单。他们这个卖鱼的全台湾都互相认识，你要什么他们都有办法帮你弄啊。你不来啊？八五啊，你要固定的，两分好来。
秋刀鱼，两包百五，你等于。三把，三把好像好像春天呢，春天会来。对，他昨天那边有卖乌子礼盒。妈妈。他好像卖两盒一千。他卖的那一个，一盒在同一条街上，一盒好像卖600多700。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带来哈，你在金师傅看有没有。张书凡说他要赞助我这一片，就两的，他要赞助我3块1卖。你们觉得这一块你们要多少？你们懂行情的，你们懂行情的这一块。那一片200，我跟你买。无权广。那一片200，你去拿来，我们跟你买。那一片我们是用竞标的哈。包来。我会给我弟，我会交给我弟去做这件事。包来，两三包来。六六六六这里下礼拜四是换他儿子，不会休息了，放心好了。三百六，那个我会给我弟一卖啊，我弟比较适合做这件事。三百六，
袂落啊，差不多只三百了，来边来，来，我起来，起来，这只三百了来，三百只三百块来，三百了，三百只三百钱。三百六，你要去哪啦？要问你要上几块蛋呢？要问你要上几块蛋呢？上你要多少度啊？要几人吃这个蛋呢？三百来，几多钱？白带啦，白带钱，无钱的轻呀，赶紧来白带。三百块，还无物件。我不要我要一下我要一下我好了接一接，哎，这个就还差不多了。